慈济科技大学创校27年，感谢慈诚义德会颁发10年、20年以及25年的奖牌，一共有54位慈诚义德爸妈受奖。慈科大的学生用心准备表演，感恩慈诚义德爸妈无私的付出与陪伴。慈济科技大学学生在4月的慈诚义德日特别准备千手鼓庆贺慈济50，也感恩慈诚义德爸妈的付出。所谓的慈诚爸爸义德妈妈到学校这边来跟学生互动，去了解他们的生活。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发现学生有些适应的问题或是课业的问题，其实都会跟学校反映。服务20年的义德妈妈，热烈的掌声。慈科大感谢慈诚义德会爸爸妈妈的关怀一直都在，颁发服务10年、20年以及25年的奖牌。而陪伴学生25年的义德妈妈潘廖叶，在学生遇到困难时，以真诚的心当他们的人生导师。他就偷偷写一封信告诉我说，他是在孤儿院长大。当他说他叫我一声妈的时候，他说他内心非常的回去的时候非常震撼，因为他很久没叫，从小就没叫过妈了。我们的付出真的能够感动孩子。54位慈诚爸爸义德妈妈透过言教身教与孩子互动，无私的爱走入孩子的心里，启发善的循环和良能。新闻杨杰婷、江佳瑜、邓明仪，花莲报道。